你的人生有犯过错吗？有没有试过迷失自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向左还是向右？韩星也年轻时就曾在酒绿灯红的生活中丢失了灵魂。马来西亚早期的华人是移民社会，从原居地奔向南洋淘金，同时也把赌博烟毒的陋习一起带往。华人相信小赌怡情，但总是将辛苦赚来的钱拿去赌掉，最可怕的是毒品，可能连性命都赔上。韩星演的爸爸是一名赌徒，嗜赌成性，出千骗钱，四个儿子在赌博的环境下成长，星眼排行老二，很自然地承袭了爸爸赌博的恶习，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各种赌法，跟随爸爸出战大小赌场。后来他们兄弟误交损友，深陷在赌博的泥沼中。长大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接触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赌的，去云顶赌啊，赌麻啊，赌蛮大一下，因为观念贪心，要想发达。一念贪心就像掉进蜜糖的蚂蚁，被眼前的甜蜜所迷惑，殊不知生命危在旦夕。盖着眼睛有时去云顶输十一万几千，有时有伤心过，一晚上可以整百千升回来，明天可以又可以升为输为一百千，一个月里面最多输过四十多万啊。星眼和哥哥在赌场失利，负债累累，两兄弟一心想要赚快钱填补债务，铤而走险，涉及毒品买卖和其他非法勾当。毒品真的是害人不少不正经啊！自己想回头啊，这几年我有想，当时我哪做了？如果给警察抓到，你的后果是怎样？我想到自己都飙冷汗了。星眼最后还是被警方逮捕，原因不是贩毒，而是纠众打架。被警方扣留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尝尽了苦头。怕了，不要再进去了。不是很过的，很怕，是不是？真的很怕，这样这样啊！哇，一看到警察局，这第一个感觉就是很怕。被释放后，星眼改过自新，他到弟弟经营的餐厅担任厨师，专心在烹饪的世界里打拼，成为当区最受欢迎的厨师之一。因为我们敢做那些菜啊，我们薄利多销啊，卖多，那时候不是很贵卖的，是敢啊，敢做，那什么都煮出来，煮一大堆。身为主厨的星眼，每天准备超过100种菜色供食客选择。餐厅打着价廉物美的招牌，每天都能卖出超过1000人份的食物，生意好，日子过得优渥。仅仅靠着餐厅的生意，就足以让一家人安逸生活。他是很爱吃肉的了，然后他吃东西一定要好吃的。如果那个东西那碗猛出来的那个食物是不好吃的，就是不吃，就整碗倒掉。我都每天被骂了，气死了！在哪里有人吃的？吃两口都要吐啊！怎样吃啊？这摘东西。再到喝火香水的吗？一直有这样的观念啊。吉隆坡有一家素食餐厅，以马来西亚华人风味的素食而驰名，而幕后最重要的厨师就是韩星眼。烹煮荤食14年后的星眼成家又立业，和贤惠的妻子一起创业开设餐厅，但卖的却是自己最讨厌的素食。星眼180度大转变，改卖素食，这都是为了妈妈。我妈妈呢，因为她那时她听人家讲吃那些中药啊，那个类固醇比较多，我带她去验血，验整针验血了，医生就验到她是中艾滋病。我觉得我自己怎么有中这么病，不可能，我不信哦。哇，我和我太太都傻去了，说什么我妈妈70多岁，就艾滋病，我就不相信哦。
不知道要怎样去解决，到底我们带他去看什么医生，到底要怎样去照顾，那个情绪那方面呢，我整家人都在很那个忧虑当中哦。邢衍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在他心目中，妈妈永远排第一位。他帮妈妈安排了另外两次的检查，都得到同样的结果，老妈妈却是得了艾滋病。邢衍束手无策，他只好在心中默默许下一个愿望：如果我母亲没有事啊，我一塞都食素。他看到他妈妈这么痛苦，我们也是这么样的辛苦哦，家人。他就讲跟菩萨讲，如果是没有事情的话，他要不素这样子。邢衍是个无肉不欢的人，可是看着老妈妈天天以泪洗脸，邢衍这时心里开始挣扎，难道真的要跟山珍海味说再也不见了吗？然后我的师兄大圣宝师兄就几个喂，不要再玩啊，发愿你这要承担，这样子好了，就今天开始吧，就杀到现在哟。邢衍发愿要吃素，可是每天开店卖杂菜饭，他依然需要烹煮肉类，嘴吃素，手却和荤食为伍，这让他觉得实在为难。我每天在砍烧肉、砍烧鸭，又是煮一下肉，哇，蛮痛苦一下的。我保龄也是，哇，这样子也是很辛苦一下，怎样好呢？这样子啊，我不会维持下去啊，我这时候不会维持，肯定给那些东西吸引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是靠近吃素的人，他就会变成吃素。他常常看到吃肉的人，他可能有一天他会那个几秒钟把那个肉丢进去嘴里面而已嘛。所以那时候就跟他开始想到我们要开一间素食店这样子。大吉隆坡人口将近300万，素食人口有逐年攀升的迹象，这一点可以从雨后春笋般的素食餐厅看出。不过社会对素食的需求却因不同地区不同族群而出现差异，例如吉隆坡北部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甲洞地区就树立了超过40家的素食餐厅和摊位。福居道呢，是台日素食料理，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吸引更多人，例如说他还没有完全吃素的，他可能还在吃荤的，这些社会人士呢过来吃素，这样子来开始接触素食。格崩这带区真的是蛮多素食店，这里的很多人吃素啦，我是这样认为到啦。其实我发觉来我们素食店吃很多都不是吃素的，他们都可以接受这种口味。我太太又吃素啦，咁样我又听到朋友讲啊，依间斋馆外订咯，不如啊，我哋顶上嚟啊，多啲人食素咯。它素食还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个人的选择而已，它是一个环保的事情。哦，如果你简化这个地球暖化，你很重要的就是要吃素，所以整个趋势是看起来说，素食是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韩兴衍和太太钟宝玲所开设的素食餐厅位于大城堡地区，这是吉隆坡南部的主要住宅区域，人口虽然稠密，但是对素食的需求相当低，加上餐厅乏人问津，他们只能惨淡经营。我这边心想，他煮荤都可以煮百多样出来，他煮素更加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来吃咯，那时候想法真的是很天真哦。夫妻俩的信念真的很单纯。2015年9月，素食餐厅开业，前3个月的客人非常少，餐厅里常常出现空荡荡的景象，客人不上门，开店营业的基本开销却不断地在啃食他们夫妻的信心和财力。无论是食材、租金、水电费，或者是员工的薪金支出，远远超出他们的预算。真的是全部哦，是超出我的预算，一直很多很多。所以当你看到银行的户口里面的钱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一直很怕很怕。可是怕的当时还是要不停的把它想办法把它做好，并不是想今天我要关门大吉了就带回去煮回魂，不是，就是一直在想办法要怎样。然后曾经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两夫妻就是这样子手这样子抓着来睡觉。唔好谂咁多啦，继续行啊，走过去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啊 ，OK， 我们现在要睡觉了，我们就放松一下，我们一起
一二三，然后放下手，这样子睡觉，这样子，然后明天会更好。自己对我，有时我问回我自己，是不是可以了？是不是可以？我真的是有点怀疑自己，可以吗？没有钻入到人工啊，也是要坚持下去的。因为无分别心，所以就袂轻分。甘愿做欢喜受辛苦时，幸福就袂委屈。秦衍患有干眼症，无法像普通人一样流泪，他的压力和担忧只能往肚子里吞。家人的反对声浪不断，再遇上入不敷出的困境，夫妻两人连续几个月没有盈利，他们只能咬紧牙根继续熬下去。用心为己。那时候我很辛苦啊，我开这间店的时候呢，我做纹身，所以我身手红红，脚红红，我就是要帮他开店。就是我不在这边呢，他做不到东西。然后很累很累很累，可是我从来没有跟家人讲过一句累的，我也没有不敢在他面前讲累。他就会很跟我讲，老婆，我知道你很辛苦，很累，因为就是从早做到晚，没有什么就要去买什么，一直补一直补用具啊方面啊材料方面啊，让他去煮出来，这样子哦，一直做他的后盾。素食餐厅的品牌需要被民众看到，行业的诚意和才华需要知音的赏识。幸好有一群朋友察觉到了他们的忧愁，在最艰难的时期给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行业口中称呼师兄师姐的这班人是他们在慈济认识的好朋友。宝林在2010年响应正言上人的呼吁，开始斋戒茹素，也结交了一群共同志向的朋友。慈济的好友都是素食者，非常乐意光顾行衍和宝林的素食餐厅。我们开的时候，很多师兄姐蛮支持我们一下，就慢慢吃，就慢慢介绍很多人，就慢慢给很多人知道。因为师兄他是怎么说，可能性格使然呢、啊，而且他是可以蛮迁就顾客的啊，所以我给他一个什么烹饪方便法。是这样子的，这样就可以吸引到不同的顾客。得到素食者的青睐，并不足以解决生意上的难题，而且也达不到当初吸引更多人吃素的心愿。行衍深信，必须让非素食者喜欢吃素，才是根本之道。他在食物的风味上不断钻研，把很多马来西亚特色美食都烹调成素食版本。这才开始吸引了非素食者的光临。例如这位常常光顾的胡博士，一来呢，他的那个食物是比较经济实惠啦，但是最重要就是他们的食物是没有那个味精，而且是他们是很有那个爱心去煮出来的，所以吃的时候呢，都会比较觉得很健康。而且觉得整个人也很轻松，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常吃素的那个习惯的原因嘛。因为我本身的工作的那个办公室在附近，所以呢就在附近寻找一个素食店，那就找到这一间。这边的食物也不错啊，就是老板的厨艺还蛮不错的。经过数十遍的尝试和失败，吸取经验加上顾客的回馈，行衍坚持不懈的成果为他赢得良好的口碑。他和太太共同经营的素食餐厅
在大城堡逐渐发光，慢慢的建立起熟悉的顾客群。两次的比较好啊，如果你们吃重口味的话，啊，介绍你这个啦，因为它怎么样，这个味道会比较适合，不是吃素的，比较重口味一点。那，啊，好了，我们就拿这些吧。好啊，对，好了。我要炒米饭，我白饭，白饭，做两个白饭，一个炒米饭。对，嗯 ，OK， 谢谢你。其实我们这间店哦的顾客来源呢，啊，我看超过一半哦，并不是素食者，真正的素食者我看少过一半。然后这个是我们做到的东西，就是可以令很多不是吃素的人都踏进这个门口，然后他们都是很多的都是讲很好吃。因为他的擅长，他就是可以煮一些比较口味重的，然后他了解到不是吃素的人，他们的口味是怎样的。因为那个调味料是那些咖喱粉的调味料啊，还有一点素的麻辣斩啊，素的那些虾米啊，放下去的效果就出来了了哦。调味到一些辣椒啊，那些辣的味道，干香的味道，因为它口感辣香这两个味道。就很够了。亲眼烹煮素食的手艺炉火纯青，因应不同的客人去调整自己的手法，口味咸淡的拿捏更是变化自如。少油，啊，油不要油啊，少盐啊，就是味道不要太重，好不好？那些好像宝林，他知道客来了，这些是长期素食吃了二三十年了，肯定就知道写了，这些人不可以咸，不可以。甜咸油多肯定不可以的啊，我们明白了，知道怎样做了。他很用心啊，我可以看到，他可能他在其他方面他不是一样的有成就哦，可是他在他厨房他拿起那个锅那个铲的时候呢，他就会很有心的要怎样去煮。一位厨师的信心建立在用餐者的肯定和回馈之上，亲眼素食的厨艺也获得大城堡慈济志工的认同，并且受邀到环保站向志工和民众示范如何轻便地烹煮美味的素食。今晚大家好，我是安师兄，今晚做了环保，我还有几个素食示范。今天我的素食饭是金瓜奶油拉面。借此机会，邢燕也可以把自己累积多年的精湛厨艺传授给有心学习的朋友。咖喱放下去，它有那个咖喱叶的味道。我这个金瓜面来的之前是慈济卖的，我另外我又拿那些金瓜来打那辣苗，放下去一起煮它，它一直会滚的，滚到它很浓缩这样子啊，就可以拿上来吃了，自己调味道，不多这样子咯。邢燕和宝林共同经营的素食餐厅取名为素世界，一个享受健康素食和美味的快乐世界。单凭他们两人肯定无法应付所有的顾客量，素世界的成立也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士加入员工的行列。这位把头发剃光的年轻人就是邢燕在厨房的好帮手。我名字叫莫文杰，我来自沙拉绍新村，今年35岁。OK， 我之前是从事，那个总行业是卖毒品的，做了10多年了，我觉得害了很多人。然后呢，有一天呢，我就，给警察捉进监牢里面，坐牢了2年。在牢狱的日子，文杰接触到了佛法，开始吃素。了解到人生的真谛，文杰非常忏悔自己过去所做的错事。出狱后，他改过自新，决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好好奉献社会。因此，他找到了素食餐厅的工作。我在素食界呢，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老板他们都当我们是一家人啊，所以好像有一个家的归属感，而且可以煮素给每一位人吃。我觉得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因为我的心呢，就是想提倡大家都可以吃到素食，因为可以环保救地球，第一，第二，身心又健康，第三，可以修慈悲心。更生人在现今社会重新找回定位是一件不易的事。韩星也不仅聘请文杰成为副手，还把多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让素食成为大众的首选。
其实宝玲是一名财务规划师，上班时间比较有弹性，可是她就像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时间和精力迅速殆尽。素食餐厅需要一个得力助手，而刘素清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是慈济人，也是我很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所以早上的那一轮呢，他基本上都要依赖他帮我们顾好这样子。不过素清在上班的时候有个特别任务，那就是和顾客聊天，甚至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向顾客莫心又募款。如果我在中国城市好像比较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啊，我也是问他们呢，你们认识慈济吗？他讲觉得讲不认识，我跟他解释哦。因为我们都有慈济的理念啊，即使哦有些人讲，哎，你不怕他赶走一些顾客咩？看到有人进来用餐，就快快去问人家要不要做会员。有些人会害怕了吗？不要来你用的餐厅用餐怎么办？我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了。我觉得那个人不会因为害怕被误做会员哦，不来我这里用餐。刘素清是个单亲妈妈，独立抚养孩子长大，吃了不少苦头。可是她的孩子很向学，获得慈济教育助学金的帮忙，减轻了家里许多负担。我是曾经受过慈济帮助的，看到人比我更苦，还是单亲又有病，那我很感动。然后当时我在那边就发言了，我不要再做手心向上，要做手心向下。2008年，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主席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帕卓里博士曾呼吁，少吃肉就能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遏阻地球持续暖化的危机。素食工作者遍洒社会各角落，坚毅地推动着素食运动，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常常我们去劝募，跟他们讲，哎，你要多吃素啊，要环保，救地球啊，怎样慈悲这样子。可是你是应该在我们社区要有个好吃的餐馆，然后建议他，哎，他如素了，他可以来这里吃，试一下咯，就没有想可以成功还是可以失败，我都不知道了。做了开了先了，这是好事吧，开了先了。素食界的存在是大城堡社区的清流之一，肩负着倡导素食新观念，鼓励民众互生减碳爱地球的使命。邢衍和宝玲变得更勇敢，推广素食的信念更坚定。他的女儿就帮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傻大头，然后我想跟他讲，傻大头你要加油。命运也许垂听于邢衍，最后吉隆坡中央医院艾滋病专科医生证实，韩妈妈因为吃了中药导致内部存过量，体内的荷尔蒙降到零，而被误判为艾滋病。韩妈妈现在身体无恙，邢衍因为孝心和慈悲踏上素食人生的旅程，显得更有意义。已经不用了，希望生意做到生性。多谢我妈。